大家好，我是 Melody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有可以弹唱曲目呢，是来自孙燕姿的《超快感》。但是这首歌呢，我们编配有一点点难度，如果你是初学的小白的话，你就直接跳过这个教程就好了哈。先来看一下这首歌会用到的左手和弦有哪几个 ：C 和弦、C 挂四和弦，就是加一个食指放在二弦第一品，然后 G 和弦。G 挂四和弦呢，是在 G 和弦的基础上呢，把小拇指放到一弦的第三品，好，一定要习惯这么按哦，因为一般这样子玩呢就换 G， 这样是最快的。然后 M 和弦，还有 D7 和弦 ，D7 和弦的两种按法，我们推荐是简单的，用两根手指头的按法而已。那如果你是习惯横按呢，再加一个手指头也可以，好不好？然后下一个是 F 和弦，以及降 B 和弦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右手的节奏型的部分，也就是这首歌的难点。首先呢，就是贯穿整一首歌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扫弦节奏型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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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首歌一出来呢，就是超快感的感觉出来了。那这个前奏呢，包括主歌很多部分都是 C 和弦、C 挂四、C 和弦、C 挂四。那这个位置的扫弦是下上下上下下上下上下上下下上，好，其实它挺简单的，只是说你要把速度练得很快，所以呢，你的手腕一定要很放松，食指下，拇指上，食指下，拇指上，下上下上下下上，按住 C 和弦，下上下上下下上，换成 C 挂四，就把手指头放上去，下上下上下下上，再来一遍。就算你把就是下上下上扫对了，还会觉得味道不对，有没有？因为这个扫弦的位置中呢，有一个轻重很重要，就是前面下上下上是轻，下唯一的这一个最长的这个下是要最重的，下上又是轻的，所以是下上下上下下上下上下上。好，就是其他都是轻的，就是这个下是最重的，一定要把这个重音弹出来。再来一遍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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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然后 C 跟 C 挂四合成一组的话，要弹四组就是前奏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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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上下上下下上下上下上下下上。好，然后主歌的部分呢，基本上就是这一组一直重复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把这个扫弦节奏型学到很熟之后呢，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，就是要把它跟唱词合起来，有些人一开始也不习惯哈。我们来慢一点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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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感觉对了，我要出发，用我自己的步伐。想法，别害怕不像话。好，就合起来会有一点点难哈，所以呢，你一开始先不要着急，就把唱词加进来，你就不停的练这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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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一直练，练到很熟，练到比如说你边跟别人说话，也可以边弹这个节奏型的时候呢，你再把唱词加进来。好，这样子呢才能合起来，一定要先把弹的部分解决掉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这个位置，你怕了吗？还怀疑吗？就这个怕了吗？这个位置呢，我们用到的是下下下上下下上。这个位置呢，前面有三个下下下下。这边呢是一个两拍的三连音，然后会比较麻烦。如果呢你搞不明白的话呢，你就记住歌词，怕了吗？就怕一下，了一下。到了妈的时候换和弦还是下，所以它是下下下上下下上。当然呢，如果你还是觉得很麻烦的话呢，你可以先把后面的上下下上这个先去掉，我们直接就弹歌词对到了这三个字，就三个下就可以。你怕了吗？还怀疑吗？那如果你很想学的话，你就要记住了，先把三个字对准，你怕了吗？换和弦，然后上下下上，再换，还怀疑吗？上下下上，啊啊。
那第二个部分呢、啊，跟前面这个部分是完全一样的，就是说真心话，你善良吗？啊啊啊啊！这个位置的往前追，跟我们刚刚说到一样哈，往前追，每一个字一个下扫，下下下，上下下上 ，F 下下。下下下下下，为了爱把速度都加。记住哦 ，C 挂是要这么按哦，贝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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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四下，然后换成 G， 小拇指放掉，刷啊、哦，再来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你可以顺着啦上来或者再下去都可以，好，它就会有一个噔噔的声音啊、哦。这个位置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就可以开始进入副歌的部分。没有人跟幸福作对，没有时间浪费。我们说一下副歌的节奏型，其实蛮常用到的，只是我们平时用到的都是下下下上上下上下下上，但是因为这首歌呢很密集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就把扫弦的部分变成下下下上下上下上下下上，就很密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我们是 C 和弦下下下。换成上的时候变成G和弦，然后下上下上下下上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扫弦节奏型呢，对于大部分进阶的朋友而言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们来把它扫完吧。没有人跟幸福作对，没有时间浪费，做好全部心理准备，心跳起飞，不能放弃，随便撤退，每次爱的机会。好了，又到了这个位置。那我们虽然标的是 G 呢，但是建议大家还是用上面那个 G 挂式跟 G 一样，哒哒哒哒哒，不会累。又回到前奏的部分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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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，所以这首歌呢，难点呢都集中在右手的节奏型，所以呢，大家呢先一个一个练哈，就是把每个节奏型都吃透了之后呢，再学下一个节奏型啊。学到新的节奏型其实是又很难但是又很过瘾的一件事情，期待呢可以收到你们的作业，记得要加话题一起弹尤克里里，其他想学的歌曲呢也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诉我，好不好？这节课就是这样子咯，拜拜。